不下去融化谢泽，蜥蜴也路过抗议。李长荣化工大社场昨天没出现抗议人潮，反而出现最特别的抗议者。你头前停两只蜥蜴呢？还是你的宠物哦？你来控制的吗？无啦，都要买来坐车啦。阿姨，安尼袂上队吗？对啦，你要坐安尼啊？安尼要坐到台北去吗？对，真假的呀？对啦。原来这两只养了6年的蜥蜴，平常都这样趴在车上跟主人爬爬灶，刚好路过时机正敏感的融化工厂。我们有跟李长荣化工保持联系，而且我们在附近设一个协同线，只要他真的要来，那我们需要他用和平性方式来做递交证明书。今天是来做什么检测的啊？您今天是来做什么检测的？董新闻高雄报道。